啊，咱们开始新游戏，谢谢清明下河图送六对，谢谢小猛。有一股懒洋洋的夏天的感觉，嗯，夏天的下午。这孩子比较孤独啊，所有孩子都在游玩，就他没有玩。嗯，这个游戏在去年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哎呦，昆虫鸟。游戏最后的守望者，我怎么感觉这个游戏是动物世界呢？它好像是所有传说中的物种集合的一个新物种吧。哦，前面一道光。还有最终幻想十五的没通关，最终幻想十五的最后一个章节，要找个时间玩一下，看一下这个操作栏。哇，啊，画质很唯美，远古遗迹的感觉，这个洞就像肛门，这个锁链就像性具。关了一只这个浑身长毛的动物，什么动物？谢谢小北送的三组热宝券。オトゥノンイサラベア。アウクナナアウイゼイエドクナン。嗯，谢谢莫欺少年一时穷送的宝剑。大武田様かくうなぐ家たげ。哇。狗好像很痛苦哎。伊蒂索，阿德奈特塔瓦图，阿达吉乌拉拉波伊奥托里库。这体位这姿势。オナアナナトゥオニズ。游戏叫《最后的守望者》。是前一段时间新出的一款游戏。但这个游戏它。我还没了解过啊，因为可能跟以前系列不太一样。这个游戏它是属于一个系列的，好像是。哇，这狗还是猫？哇！哎，我去拉它的屁股啊，拉它尾巴。谢谢无聊逛逛，送个宝剑。哇！身上好像被插了。
这边有一个这个亮的东西，这个亮的东西有什么用啊？拿走。翻一个这个，翻一个这个，然后投掷，投掷。啊，我嗓子还没好，声带坏掉了，声带坏。拿去。あてゆたキャッチイカストゼイオトリコノ。啊，这个应该是治疗他伤口的东西。身上插着一个毛。把这搬过去看一下，等会去玩一下如龙六啊，如龙六可以玩吧？如龙六，哎，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哦。我放到他伤口上面，哎，放不了哎，拔毛，拔毛。哦，拔掉了。如龙被禁播了吗？谁说的？借指南针送六六宝剑。哦，这是吃的呀，我实在看不出来这是吃的呀。借孤行者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借孤行者，真的假的啊？如龙不能播吗？借驱魔送两组六六宝剑。这被打晕了，一觉一睡就睡到晚上了呀。不过这个吃的他也没有吃，我喂他吃看一下，看他会吃吗？巨婴，这个是巨婴吗？来，来吃来。哎，我操！脾气有些暴躁。啊，谢谢时光送两组的宝剑。我离远一点，丢过去吧。丢过去，去。哎，他也不吃啊，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呀？谢谢时光送的十组的宝剑。为什么不吃？嗯、啊，一直在附近，巨婴就不进食。啊，对，我很警惕啊，那我先躲起来。我先躲起来，找一个地方。哎，躲到这，这边还有一个食物，把这个食物也搬过去。还是没吃啊！谢天一火送的188大宝剑，那我再拿一个吧。哎，这边有个机关，机关。哦。看看机关里面能不能进去。哎，这边又有一罐食物，这食物那么多，他也不吃也没用啊。嗯，我估计我这个嗓子要一个月才能好。谢花心送九九宝剑，而且说话呢也不能太大声，啊、也不能太激动。哎，他什么时候吃的？我去，我没看到，再吃一个，让他对我放松警惕。哦，又吃一个，我连木头箱子都吃啊，这什么食物啊？再拿一个，这个的话好像不是很好拿。
这边跳不上去。这么跳的。这边有个洞啊，不知道能不能钻过去啊。啊，可以钻。然后最后一罐食物。掉下去。好嘞，三罐应该喂好了吧？三罐 ，OK， 倒过去。谢梦想送来的荧光棒，开了门，哦，这个发光的液体为什么那么像精液？最后一罐，我吃的翻白眼，活力四射。那现在应该对我放松警惕了啊！我过去摸他一下。開けたナイクトゥアゴトゥカラゴジクティアダンハギソニモスオニアツ。因为疼痛无法起身。哎，这边好像还有一只猫。イネクアタドゥイアネサクドゥイノイズアウクスネズイオトリコノ。哎，拔不出来，我去。哎，这体味怎么那么奇怪？这是我们基地送给你的荧光棒。哦，这个小毛，借长生送大瓶，但是不能播太久啊，因为我嫂子还没完全好，声带坏掉了。所以说能播多久就给大家播多久啊，这个大家不要怎么说呢，因为哎呀半个月没播了，很想大家吧，很想大家，特别想。然后因为自己在家也比较无聊。哎，这狗居然现在不伤害我嘞，好像很喜欢我，在舔我咪咪。我们主角是男的是女的呀？好萌哦。呼叫巨婴可以呼叫他，谢谢呵呵一笑好二送了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这个游戏叫最后的守望者啊，电脑玩不了这个游戏 ,PC 游戏。Oyo 啊，他叫 Oyo 吗？谢谢呵呵一笑和二送的舞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也没丁。可以叫他跟随我。哇、哦！我看看把他带去哪儿啊？他是个链条。这个狗身上有一个链条，这个链条要去把它给扯掉。不然的话这狗也没办法带走。啊，可以抓住它腿毛。哇，可以骑上来。我操，这个应该哦，它的锁链给它扯开。我操！
有点意思。这尼玛还脱毛啊，那不用霸王防脱端一下、啊、又像狗又像猫又像鹰，毛是阴毛。看带他去哪，带他去那个，哎，那边有一条路。哇，这个山谷，这好多蝴蝶啊！哇，拔下毛，拔下毛。游戏叫做《最后的守望者》。哎，这边有两罐食物，这个食物是喂给我们宠物的，来喂给它吃一点吧。来来来来，来吃，抱过去。哎呀，砸了他一下，叫了一下啊。哎，再吃一个，再吃一个。而且我想牵着你的手送你的宝剑，去吧。跳到他的身上。哇，好滑！他这个头抬高的时候，我是不是能跳到那上面去？上面好像有食物。谢谢长相送六六宝剑。别碰！他不靠近啊，他。这个小猫咪，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摸的？谢谢锄头的送来的宝剑。哎，上面那罐食物怎么获得呢？还是直接从这边跳过去？上面这边好像跳不了。照一下，谢谢 IUV 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 IUV。别丢！然后把它照近一点，然后踩它头跳上去。别丢！趴着了。我操，这是什么意思？我操，你要睡觉啊？不会吧？我想想，这个冒烟的地方能爬进去吗？我看一下，先让他睡了。这好像是有个洞，但是这个洞，哎，果然能爬进去。对对对对，这个叫食人的大雕啊，食人的大雕，这个游戏叫，因为声带坏掉了，所以发音可能会有点不准。今天楚豆豆送的两组六六大宝剑。前面有一道青光，这样的话，这个狗它不是不跟我吗？卧槽，水池，这个水池的话，不对。
哎，哎，这狗它不过来啊，是不是跟狗一起啊？这边还有个洞哎，这洞是我刚进来的那地方吗？这个裂缝。对吧？啊，谢谢叶秋。哎，这边有一个，好像是古代的一个什么圆盘。我操！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照耀。阿杜乌阿尼古马夫哦，伊玛拿起收起。耶西。伊诺图哥耶哈罗兹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薯蛋，我爱你送的一个十万水晶，牛逼啊！谢谢我们的薯蛋，我爱你。伊诺图卡里库，阿维斯。这个我们拿了这个圆盘，应该是要从那个缝穿过去找那条狗。来，我再照一下，可能从上面照一下。好吧，并没有什么卵用。我还以为照一下，我还会学会什么绝世武功什么的呢。这个圆盘应该是指引他用的吧？指引这条狗用的。再钻过去。然后在狗这个位置地方照一下试试看。谢谢我们的江送来的宝剑啊，今天最近都直播，但是不能直播太久。哇，他这眼睛尼玛，你这是酒吧霓虹灯啊，电灯泡。哎呀，我去，闪的哟。好像很喜欢这个圆盘是吗？谢谢，我是一颗小萝卜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哈，24K， 太合金狗眼是吧？嗯，我看照一下试试。哎，哎，我操，牛逼了！阿杜内卡米卡克欧索博伊。オウントリコーノアウィズインイシツダイタラアタドウィヤイエウェドウモイオウントリコーノ牛逼了牛逼了！伊苏，伊苏，伊苏！等一下来，拿起来试一下来。哎呦！我指哪电脑啊？这个门好像也电不开啊，这个门。哎，好像没有这个能量了，有点意思。但是这个电不开，电这台行。回去。哎，对，我想一想，我从这边，因为我来这个地方可能是就是为了拿这个道具，那重要的可能也是在后面，看后面。回去这个初始地点吗？我现在到初始地了呀。这个链条。回去刚刚那个洞。那个木门是吗？在木门吗？好吧，我过去那个洞看一下。那个洞不是拿了这个圆盘，我把它叫过来，它不过来我还爬不上去。后面那个洞吗？
不是我刚才拿圆盘的洞吗？绞尽脑汁想办法，对，用巨鹰的雷光破坏某些地方。这里，就是最后面最初始的地方有个木门是吗？我找找看啊，没有注意，没有注意有木门。不会是这里吧？那这里只是一个柜子呀。柜子。哎，这边也是一个柜子，两个柜子。哎，哦，这样子。这边有一个小峡谷。对了对了，从这边出去。对，楚大，我好想你啊！送你的抱歉。欧诺布玛卡，欧尼拉卡贝塔，关于食人的传说，他也不吃人吗？欧诺达克，阿希诺鲁库伊努兹。这个山谷看起来有点小恐怖啊。罐子，罐头。我把他叫过来，不然他不过来啊。这个小猫咪好像比较呆。好，谢谢怪。哦，我声音好奇怪啊。我嗓子还没好，就说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播不了，就是太久啊，因为最近声带坏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左边那个房间呢，它有一罐那个有一罐精液，那个这个精液呢，就是这个猫的食物。我也不知道他现在饿不饿，应该就是要把所有精液全部吃掉才行。谢谢大叔艾罗利送的两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我们这边下水了。你这边能不能拿到那罐精液？把精液给他吃。哎，这边这块应该是把他叫过来，野帝鹅，把他叫过来才能过得去。来，过来，是不是不敢跳啊？啊，怕水喽？嗯？怕水的话呢，想办法来啊。哎，这边有个楼梯可以过去。这边拿起这个圆盘，让它把这个门给垫掉，这样就方便多了。就可以拿一罐精液给他吃。哎呀，好了，来，进来这边。
一个链条。哎呦！我找到这一罐精液了。哎，怎么还往上爬？这个还不好弄啊。原路推下去吧，就是从我刚才爬的地方推出去好了。三罐精液给他吃。最终幻想十五啊，最终幻想十五，找个时间给大家通关，先体验一下新游戏，这些新游戏我都没玩呢，挺好玩的。现在我们取到了这三罐这个精液，然后再给这个小猫吃了之后呢，吃多了精液之后它就会进化就厉害了。抱出去，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下来吃啊。他讨厌水是吧？我这边抱过去，喂他。哎，我去，有吃的就下来了。来吃吧，来吃。然后再喂它两个，把这几个喂它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去那个下一个场景。病还没好，还没好。小心鳄鱼，有鳄鱼吗？咱们有神兽，怕什么鳄鱼啊？把这个盘子先收一下，罐子。他又跑了，跑哪去了？把他叫过来。在那边哦，来过来，过来吃饭。来，哎，没丢出去，来吃。哎，接得准，再吃一个。啊，长翅膀了，是不是长翅膀了？可以飞了。长翅膀了吗？没看到。哎，这个没吃到。哎，吃了。乖，真乖。再把它叫到这个山崖边，我可以从这边爬过去。别动！我吃饱了，感觉挺爽，是吧？这游戏叫《最后的守望者》，是一款神作，超牛逼的游戏，很好玩。哎呀呀呀呀！收他耳朵。哇，这小翅膀，我的天，还会飞。哎呀呀呀！
过去看一下，我就先下去了。果然长翅膀了，小鸡翅膀。这个的话，叫过来，乖啊。哎呦，我要在他头上，从他头上跳到，跳过去。我要去前面。嗯，为什么不听我话？摸他的伤口。他伤口在哪呢？为什么摸他伤口啊？一刀一刀。摸他头。乖啊，乖。他好像很享受啊。我要去那儿，去前面啊。对，前面，对对对，对，不是左边，前面。哎，对对对对，很聪明。对。哎，对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不对啊，为什么不让我过去啊？你说你说是我要自己能跑上去了，跑上去了呢，然后带我呢。哎，我操。哎呀，好像自己可以爬上去啊，这就尴尬了啊。而且刚才跳过去的时候没抓到。对对对，我揪他揪了半天，揪他好像很痛苦的样子，摸他的伤口。哦，等会去摸他。伤口流血了，流血了吗？没有吧。爷爷带了这波也可以有力。到这里分道扬镳，得回村子里去。我操，这就分道扬镳了。我好不容易得一个神兽，哎，他叫我。哦，那这样吧，我先摸摸他的伤口吧。我先回来，然后再爬过去。别走，乖啊。摸摸他的伤口，啊，在这，来，一手一手，乖啊，一手一手，乖乖。哎，我操！我一摸他伤口，好嘞，这什么能力？这小孩有超能力啊！一手一手，摸好了，摸好了，看看旁边还有没有伤口，那红色地方，流血的地方。应该还有一个的。来这边，这边，快啊！一手一帅，啊！谢谢丽丽送的1314大宝剑，牛逼！谢谢丽丽。那应该左边跟右边，都有一个伤口，应该没有了。我把它照顾好了之后，我就可以回村子了。不知道这个狗它会不会跟着我啊？翅膀，没伤口了。一手一手，再摸两下。一手一手，这不是手游啊，这 PC 游戏。这个游戏非常有趣啊，这游戏叫《最后守望者》啊，非常有趣。伤口没有了，把它治好了。这就是一个宠物养成，宠物养成游戏。这个鸡毛。好，差不多，走吧。走。这个不是鹰，
这个是那个说不好，就是很多传说中的东西组合的一个东西，一个生物。我先回村庄。这个猫它也出不来啊！我操，它就是要跟着我呢，觉得我是它的主人。哎，跑了吗？哇，好漂亮！从外面看好漂亮。哇！哇！这是个什么地方？古代遗迹啊！你们不觉得它很漂亮吗？毛很顺啊。阿拉蒂兹，乌特塔拉拉斯图兹。还小翅膀能飞呢，还。伊诺卡，阿达杜洛库图兹，亚诺莫特卡杜内，阿乌库兹。哎呦呦呦！翅膀断了飞不起来，那我怎么办啊？帮他治疗一下。奥纳利，我操，他居然还有屁眼！我摸一下屁眼来，摸一下摸一下。轻抚他的小菊花，摸一下摸一下。哎，爽不爽？很清凉，对不对？他看着我，我的妈呀，这个屁眼好大，叫起来了啊，觉得很爽。发兵了吗？哎，我把他搞睡着了。这个没有声音了，应该是大姨妈了，就是虎牙大姨妈，等一会儿就好了。这个我看看这个怎么走。他这个旁边好像有一根绳子啊，我可能是要利用这根绳子吧。哎，这边还有一个小伤口，把它摸一下。刚才没有看到，在翅膀这一块。你说，你说。把它伤口愈合。啊，谢谢阿宋的一个火车头。嘟嘟嘟。啊，行，摸好了，摸好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我们的狗狗治好了。我再拿一个圆盘试一下。下方用圆盘。哎呦！因为那边有个铜钱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要射啊，把射掉了。那我先下来吧。射掉了也没什么卵用嘛。那楼梯是不是能下去？哇！它这个没有路啊，这个。我声带坏掉了。哎，这边应该是，哎，从这旁边，哦，我知道了。那旁边可以走，它走不过来。它干嘛？我肚子怎么变那么大？风吹的呀？它会飞？它没不会啊？它就会扇两下，它不会飞。它不过来啊，过不来。哎你妈！我不管它了。这个锁链
搂不住我。那他过不来呢？那怎么办？怎么搞过来啊？我要飞了！我操！哎呦，可以啊！哇，可以，可以，可以！哎，真的意想不到啊，从来没想过。哇、哦！金鸡独立啊，这个是。可以可以。哎。我的天，你这么牛逼，你怎么不带我一个呢？让我自己爬。借零一送来的宝剑。哎呀，掉下去了。这太危险了。啊，这游戏叫《最后的守望者》。我还声音嗓子还没好，病还没好，我声带坏掉了，声带坏掉了，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歌手，他经常唱歌，经常唱歌，歌手啊什么的，声带会容易出问题。我声带又出了问题，说话不能大声，然后声音也变了。杨坤，对，杨坤他就是唱歌唱的，然后后来就完全嘶哑。杨坤，这个应该是要跳过去，那我肯定跳不过去。别跳。那我到他身上去看一下。来，看他能不能就是把我带过去，飞过去吧。不知道能不能飞过去。好 ，Let's go， 飞吧，我准备好了，飞吧，快，飞。对，对，很聪明，对，就那儿，拿圆盘，射，呜呜呜。哎，我操！来射！哎，对了，啊！谢谢背影送大瓶。啊，那不用飞过去了，我还以为要飞过去呢。哎，我操！我掉下来了。挺好，虽然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也算是过了。嚯、哦！我播什么游戏啊？我也什么游戏都播，一每天直播4到5款游戏啊，最新最热门的，各种游戏都有啊。只是我最近嗓子就是。你们也听到了吧，这个声音有问题吗？说话声音也不能大，所以说直播不能太久啊，直播不能太久。哎，这边好像一个一线天峡谷，风景不错，挺优美啊。我也不能说太多话，因为声带在恢复嘛，如果说话说太多了，我声带又撕裂了，我声带撕裂就无法发声，就是我声带刚刚愈合。嗯，这个那、啊、这个猫它进不来呢，只能进来一个头，这边好像是一个遗迹，来，我摸一下来，乖啊，乖乖，不要挤，不要挤，你是不是？我怎么感觉他这个智商有问题？
在外面等我，在外面等我，不要急，他应该这边有吃的，他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子。借三维送了个荧光棒，他想挤进来啊，那这么大身体怎么挤得进来呢？哎，这边有个楼梯吗？过去看一下。好像是一个地宫，嗯，它灯用的是长明灯。不对，这边不对吧？这边是上，就是，哎。我想想啊，这个叫他吗？别丢！他过不来吧？谢谢国宝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谢谢。哎呀！哎呀呀呀！不错，挺牛逼啊！拉一下屁，快走啊！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啊。可以的，就是有点笨啊，这个不是什么施救啊，这个生物好像叫什么食人的大雕啊。还是食人的大鸠，哎，我也不知道那个字读什么，大鸠是吧？大鸠啊，那把他带到这个地宫过来，既然到地宫了之后，哎，你们说这个铁门，我能不能把它给射穿？我试一下，来射他。这个搞得通红啊，没用啊，只能射木门，这个铁门是不行的。我想想啊，他这边肯定有什么比较关键的东西。他这个楼上啊，这边有一个阳台，这个阳台应该是能爬上去的。然后建筑的左右两边，都有那个这个杠，这杠都是可以爬的。那应该是从这边爬上去吧？试一下，把他叫过来。好，行，就这个位置。爬到他的头上，跳到这，哦，跟我的想法应该是差不多的。从这边上去，感觉好久没播了，我半个月没播了呀，一直在休养，有伤，伤已经给他治好了呀。这个链条上面肯定是有食物的，他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这待这么久，肯定是有食物的啊！
哎，我看到了，对面我看到食物了。这个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刚才我先走这边嘛，这边或许也有，我两边都去一下。哟，这个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呢？这个，啊，哎，你过来一下，过来宰我。对，就在这。来啊！哎呀！哎呀，我腿骨折了。哎呀，我去，为什么不接我呢？哎呀，我操，骨折了，我操。哎呀，这个就蛋疼了，这骨折了你妈怎么爬啊？啊，我本来是想这个跳到这边来的。哎，好了，来过来。没丢，这摸就好了。食人的大舅，其实我觉得食人的大雕这个名字不错。中文翻译是这个，中文翻译啊，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守望者，最后的守望者。游戏最后的守望者，新游戏。你们这些游戏你们没看吗？应该他们都应该都播通关了吧，应该都完了吧。我是休息了，就是养病养了半个月，不然的话早就给你们播通关了。哎，然后我们拿到这罐石，拿到这罐金叶，把金叶给他吃。谢朴实无华送六六大宝剑。没有人玩这游戏啊，你怎么可能呢？这些都是单机神作。哎，我操，拔不出来，我操！这单机神作这些东西，我等了一年多了。哎，他想吃，哎，我就不给你吃。怎样你不接我呀？看着我呢。哦，来，准备啊！哎呀，不错。没吃到，来，他吃到了这个，我们，那我们再走哪一块啊？他右边有血啊，没有血啊，我血都给他抹了，我们看他还有血呢。我，哦。他的意思是让我这个拉这个链条，问题我刚才拉这个链条了。哎，我操！他上面有个木门嘛，嗯，我看能不能就是把那个木门给垫下来，上不去。这哪垫得上去啊？上吧，然后跳了，跳，跳，一岁，啊，乖，跳，哇，跳到了。有点危险啊，这个东西，而且他这个狗还是猫的，他不听我使唤啊，都是看他，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看着这边，所以我从这边走。哎，这边有条路呢，这边有条路，他能不能上来，叫他一下，他叫了。
来啊，来。亚迪特，飞。哎，不错，聪明，聪明的小伙子，谢秦龙转播送的大海瓶。哎，这边你看还有一罐金叶，把这个金叶给大家吃。金叶不错，牢牢的握住，拔出来。谢谢 Yellow 送来的宝剑，来 ，Come on， 咻！吃啊！怎么不吃呢？什么意思呢？来扒两下啊！我操！肚子不饿啊？啊，吃了，可以了。来，再把这个木门给射了。啊，射这个木门。耶！感谢谢黑麦芽的香，送的六六荧光棒。哎，我也很想你们，不然的话不会这病都没好就直播了呀，对不对？我嗓子是很痛的，其实我说话嗓子很痛，而且这个游戏特别好玩啊，就是他出的新游戏，我感觉这游戏特别好玩。哇，你看这风景，真的有一种怎么说呢，你们有没有一种儿时在夏天跟伙伴嬉戏玩耍的感觉，有没有？在一个懒洋洋的夏天啊，放着暑假，你跟你的小伙伴，然后在天气暴热的情况下，在一些阴阴的小树林，然后偷果子吃啊，买果子什么的啊。当然啊，也有宫崎骏的感觉。他这个狗的话好像过不来，因为这边有个铁网，吹他看能不能过来。哇、哦，厉害，真的。其实大多数都可以不用管他，因为他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谢谢我所送大爱瓶。哇，这个风景，哇，大家好，现在直播的游戏为金轮法王的幼儿时，我们主角就是金轮法王。谢花花送大爱瓶，谢谢楚河大勋送的十个大爱瓶。哇，这风景，可以啊。一次，耶迪奥，耶迪奥，跳下去看看，你跳下去肯定会摔，肯定摔死了，肯定不能，肯定不能跳，跳肯定不能跳。哎，我的狗呢？哎，过来。哎，我的狗，哎，真的这个毛，哎，但是翅膀这一块好像。就是伤口还没完全好，再给它摸一下啊，这块还有点血迹。一走一走，乖啊，别动。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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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走一走啊，把它摸一摸，摸一摸这血迹就会。就会把他这个伤口给治愈啊，可以的。应该是刚才又蹭伤了吧？那这个山崖的话呢，那我怎么下去呢？我想想啊，要考虑一下。嗯，我考虑的是从这个山崖边，我感觉山崖边可以跳过去。啊，我操！
好吧，我想多了。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山崖边，它有两个小岩石块啊。我再看从哪边走啊。它这个要想，它没有任何提示的，它这个就属于这种比较开阔性的一个世界，然后你得拥有自己的想法啊。我看一下这个狗它是什么意思啊，这狗它一般的话呢，它的头啊，它看在哪，一般呢那边就是关键的地方。它这个脖子有点长，我爬它身上过来看一下。旁边有个小木门是吗？它往上面看呢。我操，要飞了，飞吧。我也不知道它要不要飞，它就跟我吼啊。它应该是要告诉我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它要告诉我什么意思。不飞不飞，除非我叫它。不飞的话，反正肯定在周围哪个地方可以爬。哎，他在叫我哎，这个是刚才出来的地方，肯定不是在这了。这几个地方是不可能的。路都不通，哎，那怎么办呢？那是从哪边走呢？上山，对啊，我也想上山，但是这边没有上山的路啊。是不是从这根柱子下来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狗刚才看的是上面，上去肯定要上去。撒娇呢还，他是什么意思？你们能不能猜透？我操！你干什么伸懒腰啊？打哈欠？他是从那边过来的，他让我。他刚才在这里对吧？路是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啊，这边就是刚才过来的地方，我从这边钻过去呢。开门，刚刚摔死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摔死的那个地方？那既然摔死了，那可以跳得过去吗？那好吧，我再过去看一下吧。我刚才是从这边一跳就摔死了。我走旁边试试看。它旁边这个山岩肯定是爬不上去的。
摔死的地方这边也走不通这个位置。这个门肯定是推不开的。哦，我知道了，把这儿过来，谢贝影送大兵。我没有跳准，还是刚才摔死的地方是吧？你跳好吗？哎，对啊，这才对啊，不是跳过去啊。啊，飞过来了。哎，这边好像是一个遗迹，这红色、黄色、蓝色，什么东西？这东西有用吗？把它拖过来啊。这镜子干嘛用的？把镜子干碎啊！把镜子干碎干嘛？让他去试试。碎了。哎，为什么要把镜子干碎啊？你们让我把镜子干碎。这边有一个小路口，过去看看啊。好像有一罐精液，把一罐精液给他吃。害怕哦，原来如此哦，他怕那个镜子的颜色喽，原来如此。来吃吃吃，吃吧。说你吃个东西也不敢吃啊。嗯，哎，我来喂你来。谢谢 IUO 送你的1314大宝剑，接好。我操！我吃了吃了吃了，吃饱了他不吃。哎呀，吃饱了也可以吃啊，对吧？这个。食物是越多越好了。这个门，看啊，这个门，从那边出去看一下。很亮哎！我操，这亮亮的感觉，我操！这上面没有缺口，有缺口的话也可以飞上去。但这边的话，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猫。哇，居然还会倒车啊！抓它尾巴。先爬到他身上，然后再爬上去，因为我看到上面有两个发光的一个地方，这边应该可以钻过去。换个地方。哎呦，这他妈是哪？这边好像有点危险。
来。应该是爬到第三个吧，爬到第三个位置，试试看。这样就可以跳过刚才那个铁门，但我跳过那个铁门的话，那个猫肯定过不来。然后反身后身跳。对了，哎，这边有一个那个机关，机关可以开这个门。机关，哇，开。我嗓子还是这样，因为还要休息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嗓子今天不能播太久啊，大家谅解一下，等我那个声带完全恢复了之后啊，就会给大家疯狂的连干个几天几夜，嗓子还没好，我是声带撕裂啊，声带撕裂。什么感觉，就等于说跟龟头撕裂感觉差不多吧，声带问题。这边他应该能低下头啊，这个给他喂一个来吃啊，谢谢明送的热宝剑。哦，用手抓，哎呀好笨啊，这都没咬到。谢谢大队长送六组六六大宝剑，谢谢楚大的小公举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谢谢大队长送的十组六六宝剑，我是不是要过去喂一下他啊，这个吃东西。要抓两下。是不是这个地方太窄了，然后他吃不到呢？算了，我给你抱出去吧。既然你咬不到的话。抱出去。哎呦，我还抢食物啊，这个我抱手上还把我打掉，把食物打掉了，抱过来，乖狼吃吧。如龙六能不能播啊？你们刚才说如龙六禁播，真的假的？为什么会禁播？谢谢大队长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吃的时候不能看着他是吧？他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不看着他，不看着他，吃吧。别看他呀，看他干嘛呢？这小孩。这地方肯定太小了，大一点地方再吃。先把这个木板给击碎。对对对。然后再把这个罐头，他一直在玩那个食物，那不吃。
哇，这闪闪发亮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哎，吃了，没吃，我操，没吃，直接出来了。我再把食物抱过来吧。太调皮了啊，太调皮了。アティエテボイナキナンオトリクノ，好像在惧怕什么。トリコアティソデュ。干嘛呢？还怕什么呢？哎，这些楚大的小工具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我实在这个看不明白他怕什么呀？他在怕什么？有蝴蝶他怕，把食物扔下去。哎，有道理。说得很在理，对，把食物扔下去就对了。谢谢楚大的小公主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食物 ，Go。我会把它居然不吃啊！好了。哎，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敢过来吗？啊，还下来了。哎，这个是，我会把它关起来吧。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是把它害了。这什么玩意儿？把笼子给射了，等一下。哎，等一下，别激动，别激动。哦，怎么了？这个他把我吃了，好像这个电波干扰他，让他变坏了啊。哦，然后是过去型，魔化了是吧？什么情况？啊，这应该是他的族人，啊，把他给插伤了，然后我们主角救了他。又打雷。他怕了还要安慰他，是吧？这跟现实中养宠物没什么区别。游戏最后的守望者，这就跟现实一模一样。我感觉这些香木送的1314大宝剑，牛逼啊！谢谢香木，谢楚大小公举送来了荧光棒。啊，他没有吃我，好像是保护我来着。Terry哥，啊，没吃我呢，保护我了。但我们镜子没有了，镜子不见了。那就这个地方，他把那个东西给摧毁。阿德耶塔纳强，阿贵玛格，阿德耶图，阿希诺洛库伊诺斯，他不会死掉了。阿加蒂古马，过来摸他。起来啊，起来啊，我 Terry 哥，起来啊。啊，这个突然，哎，尾巴，
结局它是不是有好几种结局啊？啊，结局这猫会死吗？哎呀，我操！手腕快了，手腕快了。谢香木送的五二零大宝剑，谢香木。你们都知道结局了，你不要剧透啊！我还不知道呢。Terry 哥，多可爱啊！食人的大舅。不过等会咱们去玩一会那个《如龙六》。阿德耶塔纳强，这游戏很好玩。阿德耶图姆，阿希诺罗奎伊诺西，阿加蒂古马。拿这个小尾巴。哎，我操，按错了。又按错了，我操，又按错了，天哪！谢谢我们的烟火送的绿荧光棒，我把这完成神秘海域了啊！神秘海域是按插件是跳，这个是按方块，不一样。对对对，逗逼了，逗逼了！啊，我说话声音不能大啊，我声带坏掉了，声带，我说话声音大的话，等会。声带一破针，等会喷血了。Terry 哥，等会嗓子喷血了，等会儿。谢干拌拌，说话不能太久。好，你们没有听到我都没有喊吗？啊，自从直播到现在都是软绵绵的声音吗？你看我以前直播，我不是喊来喊去的吗？对不对？所以说，说话声音不能太大。哎，哦，好无聊，一直死。我明明就死了两次，你说我一直死。哎，这边有个洞啊，一个小过桥。谢谢我们的蛋蛋炒番茄送大家。天哪！嗯，有动静。哎呀，这是什么？魔像啊！海甲士兵，不祥的预感。他不会活的吧？他眼睛冒光呢。我嗓子还没好，今天播到几点？你们想让我播到几点啊？啊！谢谢扯鹅三十年送的荧光棒，会攻击我啊！这个护栏的话。哎，其实我在考虑啊，就是最近的话呢，要不要这个晚上给大家直播，因为最近声带出问题了嘛，晚上给大家搞如龙啊，如龙六还没完呢，这个小管道，最后的守望者这款游戏叫如龙，哎，最终幻想十五马上要通关了，通关的章节还没完呢。抓他！如龙会逼累，是吗？那怎么就现在查那么严呢？啊！机关。
礼物。哎呦，松！哎！哎，怎么办？怎么办？哎呦！哎呦！哎呦！哦！哦！走走走走走，滚滚滚！哎，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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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情况？啊，他们报训了！我真家出来了，我跳出去，我跳出去！跳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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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了啊，这个大揪大，这大揪你妈，他妈在睡觉。不行，我要暴走了。什么鬼情况啊？我操！救我呀！大揪大揪！我叫一下吧，叫醒。还在睡，还在睡。啊，起来了，起来了。我干他！哇，牛逼牛逼！哇，这一巴掌一个！谢谢逆火送来的宝剑，我拍碎哦！哎呦，哎呦，这跳的探戈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全秒全秒，可以可以可以，太暴躁了，越来越亢奋了、巨鹰哥铠甲，摸摸他摸摸他，别太亢奋别太亢奋，乖乖乖乖乖乖乖，我要摸一摸他啊，把他安抚一下。哎哎，哎，搞错了，搞错了，不应该拽的。哎哎，哎乖，哎乖啊，乖乖乖乖乖乖。不行不行，他脾气爆了。哦哦，不行，我上去摸头吧，我上来摸他头。别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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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别甩我别甩我，乖啊，呦呦呦呦呦，不听话是吧？啊，乖乖乖乖乖，听话啊，乖听话。哎呀我的妈，太跳了。哎，慢慢的好了，慢慢的好了。感觉我摸它摸得不是很舒服呢。哎，好了。哎，听话听话听话，乖乖乖乖。摸了半天，尼玛，终于摸好了啊！脾气太暴躁了。哎，好了，消停了，消停了。闹啊，闹得很啊！嗯，谢谢青菊。啊，再摸一下屁眼，那个屁眼好大，我去，好大一个孔。一、二、
我好像右手这个把他的屁眼子抠到了。一岁岁，哎，摸一下就乖了啊，乖了乖啊，不闹啊，不闹。哎呀，清凉的感觉，抬了一下嘛。好，听话了，听话了。那这个我要不要去刚才那个铠甲勇士那边看一下？那边可能有东西，东西要捡。这边那个小遗迹，小城堡。谢谢哈利波特伟送大饼。这个我刚才就跳到这边来了嘛，这个好像没有位置给我跳。上面的话，哦，下面这个门，哦，对对对对，哎，下面这个门能不能把它开了？把它叫过来。哎，怎么了？头卡住了？要把它拖过来。谢谢全色，这么多宝剑。一塞一塞。哎呀！把它撞下去，卡住了。哎！哎！不是你偏要进去干什么呢？太不听话了，这个。这个小鹿没什么用啊，老你们塞干嘛？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撞出去，是走上面吗？不是走上面吧？感觉好像跟这边上面没什么关系啊。他一直把头塞进去了，这你妈想不通啊！有趣。现在已经那个三点半了，那个这个游戏玩一个半小时，咱们去玩一下如龙六吧。明天呢，咱们再继续玩。这游戏非常好玩啊。行，然后那个想下次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点完之后以后主播直播可以收到主播直播通知了。啊，因为这些新游戏我都等了特别久，肯定要玩完了。保存一下，啊，这个保存过了啊。明天继续开始那个最后的守望者。